来看到全台湾年纪最小的一对小小兵，年仅3岁的叶小弟跟着妈妈今天专程从台北到中立参加国庆活动，操枪、剁枪等动作通通是难不倒他。看到一队进场完全不陌生，直接融入队伍，模样是超级可爱，融化了全场，成为国庆最娇小亮点。